好，我们是六五零。对，是六五零。哥哥自从拥有了三个弟弟妹妹后，过年过节有没有给弟弟妹妹们发大红包？哎，下一个问题。以后吧，合计合计。你别说过年红包，端午节都没给买粽子。下一个，哥哥正在进行十万福特巡回演唱会，一票难求，会邀请弟弟妹妹们去看吗？当然了，他们如果有空的话。但是弟弟妹妹事业发展都太好了，全都太忙了。不能去看吗？去摇一摇，我肯定都会邀请，我肯定都会邀请，但是就看他们有没有空。智胜的问题，质量忘记拉徐志胜成为第一期的名场面，想问智胜怎么看？我主要想听听他们三个怎么看。那还能，我还能接受。没事，你往后看看你就习惯了，老不，你再往后看你就没从来没拉过的。完了那天写名也是没写。高兴呢？不是，因为我们心里一直都有你，心里有你的时候就老是想着怎么可能把你忘了。对，灯下黑了，你搜搜心理学都有这效应，灯下黑效应。我也是这么安慰的自己，倒是，但我觉得就大家还是很喜欢我的。真的吗？是吗？这三个字儿好好用啊！是。由徐志胜参演的《庆余年二》，大家有看吗？求评价一下演技。这个你自己评价的呀。这个挺考验他们仨的演技的，哥哥，我就是还没看，但是相信会不错的，而且更期待狗凌风的那一部剧，叫做《侠客行不通》，侠客行不通。网友的辣评：六五零停更后，山东人徐志胜不识编制，正会因此 emo 吗？不会，我很快找到了新的岗位。在新的岗位上也做的是非常优秀，甚至做到了中层领导，平步青云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六五零可能之前有点耽误了，耽误我了，升了，升了，升了。网友们很好奇，冠蛋四君子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妈呀，这冠蛋四君子，现在还好意思说是冠蛋四君子吗？因为我们名声在外，所以节目组特别为我们安排了一个冠蛋大赛。然后给我们四君子绽放，大家期待一下。而且给大家预告一下，取得了北南的成绩，是有名次的，有名次。但具体是一二三名，大家到时候看看播出吧。除了我们四君子之外，其他的两位没有任何名次。这个确实是真话，梅兰竹菊分别对应谁？没有这种分别，还对应这个了。我们不对应，我们对应菜。我们就是菜。那谁的排气产品最好呢？因为我昨天是与四君子中的三君子交了手，汪苏泷、徐志胜以及王传君，所以在我看来，最好的应该是王鹤棣。王鹤棣，眼睛一样，他就是没来。为什么我们四个人凑一起啊？那有一个会打的都凑不成。小大这一期的状态感觉非常好，有什么心态上的调整吗？心态上就是说，与其内耗，不如发疯。哎呦我去吧，让别人内耗，外耗了，外耗，让你耗主要是。他主要发疯就是跳舞，他没别的事儿的，就纯跳，就纯跳，享受音乐，而且就那几张，让你不是漏了吗？这玩意儿果然不能漏太多了，我你有的太少，这玩意儿，你只要漏就看透了。网友对小辣发出了灵魂提问：孟子义和沈月掉水里，先救谁？难以想象这种题我都没排上台阶，你这都不在选择里头了。居然没有一个六五零的，我也想说。这个节目结束之后，我告诉你们答案，悄悄的。看到雪琴出了一首关于毕业的新歌，其实你也有写不少的词，有位为什么到我这是这种问题啊？问他们怎么都是逃，问我怎么是这种问题、啊？问你一个，那个冠蛋四君子同时掉水里，你选择你选择在跟谁玩？我选择跟谁？我选择这个，我想想啊，我选择孟姐吧。哎呦，跟孟姐一组吧。那这样，你救了孟姐，我救沈月。那我们可以其他人再给雪琴提一下问题。总共我就这一个问题。啊，我现在我太难了，我怎么到他这都是这种、啊？但其实这个问题我真的想知道，我也一直想知道中肯的答案。我和哥哥谁的冠蛋水平更高？哇哇哇！好难评啊，都不咋地呢。你想想啊，你谁的更差？谁的更差、啊？这个好评，这个好评。也不好评，你俩不分，就是说这个竞争挺激烈，你俩这个。就感觉就他就不会打，他就不配玩冠蛋。那没有，我觉着各有千秋。我说你俩各有千秋，差的各有千秋，差的各有千秋。这个还不如那刚刚那个问题哥那个问题，问哥那问哥那个问题吧。他俩的问题更难回答。我俩也不想听了，我俩去打听。其实你也有写不少的词，有为自己创作一首歌的打算吗？啊、哦，那没有，还下一个问题吧。六五零的三位掉进水里，你先谁？先编的吧，先编的。掉水里，我会。
我可不会游泳。我也不会。你知道会吗？我可怕水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都不敢走水边。我水过敏，我三秒掉水里我就不行了。走个水里泡泡。你一个也不想去。桃花坞和黄雪翁应该是雪晴露之年登最长的两个节目，这两个节目在你心中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意义吗？问我咋都上这么大价值啊？桃花坞和毛血旺同时掉水里，你先录哪个？他俩都掉水里，录六五零台都挖掉我，好难呀、啊！毛血旺是每周都录，桃花坞一年就录一次。然后呢，毛血旺的这个嘉宾以桃花坞的朋友们为主，就是毛血旺对我来说是。每天下班后的闲聊，桃花坞是跟一群朋友们长久的相聚，所以他俩不太一样。因为我们都很珍惜桃花坞，是因为我们你很难有一年二十天我们能聚在一起，如果没有这个节目的话。作为新的六五零家族，能否给六五零家族的粉丝们想要的祝愿？家族粉，原来没有家族也没，他们也没名啊。原来不是六六迷，这还叫六迷吧？这不管是企业还是家族，对我们的爱永远是不熄灭的。看到东北大舞台，大家都精通半天黑话，你们觉得六五零家族的粉丝们哪些群体最多？都是事业粉，事业粉吧，都希望六五零抱大抱强。对，我们大家期待的六五零电台什么时候可以重磅回归呢？太锋利了，这个人，这个好难打、哎、呀！这个点这么难打，咱们就不打他了。没错。让他们这个问题掉水里，我给救上，把这问题救上来。我上天不救，这么多人掉水里，还救了个问题上来。桃花坞作为一个社交观察节目，我们总结了几个社交的至暗时刻，想看六五零如何化解。太简单了，这个对我们来说。你准备度过一个美美的周末，但你的好朋友半夜三点跟你说，明天我们去新疆玩吧。直接拒绝就好了，不是吗？回他一个问号，或者不回了就行，他自己肯定也明白自己逗离谱。但凡你稍微换个近点地方呢？去一天回一天，到那睡一觉呗。两个人出门拍照，摁下快门的那一瞬间，小伙伴发现没带电池，回他一个问号。就别跟这人处了，让他自己去新疆去，带好电池。公屏做了几道菜，有点甜，有点苦，实在吃不下去。回的咱个问号。这不发生过吗？这个不就是我和王子奇做的这个铁锅炖吗？人没了，没了，没东西了。是想让高情商回复是吗？我感觉月子那个回答得很好，比我命还苦。对，你们的话比我的命还苦。苦不苦？比我的命还苦。很久没有见的朋友特别也说，哇你胖了。拉黑。你没事儿吧？回真的吗？回什么？真的吗？你说你也不瘦啊。出门聚会，所有的人都在偷玩手机，那不很正常吗？这样我知道你什么星座。打破那个钢局，打破钢铁一般沉默的局，是没包袱，这个不是包袱。但这有时候我会，比如说，要是要我们四个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他在玩手机，我就会说现在都不准玩手机了。哥哥跟你在一起从不玩手机。哥哥跟你在一起都是你玩手机。参加新剧、新歌、活动等等的发布会场，台下都是别的艺人的粉丝。哎呀哎呀，这不是常态吗？对呀、啊、这不经常吗？还能打、啊、那打的那可开心了、啊、那要如何化解呢？化解啥呀？不尴尬，就四个字，抱头鼠窜。你走快点吧，你玩意儿一点不尴尬，该干啥干啥呗。对，什么老助理？你我跟你讲，这媒体呀、啊、搞得我们酸不拉几。这一天那个标题都有了，冷助理，冷助理。太吓人了，这媒体太吓人了，这媒体。四个人的小问题，你发现另外三个人关系更好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当我的个人问题啊，这是。这个是问你的啊，忍，忍着。怎么找到别的这个那个？所以你能找到别的工作，然后领导他们修铁路。当你 emo 的时候，被人说这件事你想多了吧？这个很严重，这个问题，因为他忽略你的情绪。你就等到有一天他 emo 的时候，你说，哎，这事你想多了吧？这么想的事儿，咱就是蛰伏在他身边。咱就四个人围着他，你想多了吧？最近天天问他，最近心情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天天关心他。对。首先，晚安，大小姐，谁知道？一二三，都知道。就是先说，就是让大小姐早点睡觉。出自，后一会儿。还要说出字啊？这不是大小姐不是一个舞蹈吗？是个歌。对，你连接歌加歌怎么唱呢？得分，我们看看。
咋又得分了？他就宠我吧。如果有四个人的关系，有两个人关系更好，你应该怎么处理？该梗出的组合 ASMRB 晚安大小姐首歌的 MV， 这俩人作为搞笑网红艺人，这半糖的舞步和四人管家的装扮，简直让人都不开眼。我还跳了呢，我们跟那个黄明昊。亚比囧囧囧，哎，他不知道。我知道，我还没来得及举手。亚比囧囧囧，出自陈赫和邓超啊。我们看看啊。该梗出自《爸爸兄弟》第一季第十一集，朱儿开车去游戏场地的路上，其他人在商量战术，邓超却突然原地卖萌了起来。亚比囧囧囧，超哥居然发明了一个这个卖萌词，得一分。这些问题，好，下一个厉害了啊！抱抱猫猫。三二一，这都不知道了，我也不知道。虎豹的豹啊，豹豹子哦，我知道了，它是抱抱猫猫，就是抱抱猫，不对，应该像谐音抱抱猫猫。哎，谐音方向对了，我不就说那抱抱猫猫吗？抱抱猫猫，爸爸妈妈，哎，爸爸妈妈呀，爸爸妈妈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这我能换一个出题人吧？这对着他嘴型在那说。抱抱猫猫原来就是爸爸妈妈的意思，之前一直以为这是大家 CP 的动物素，终究是我跟不上时代了啊。这个肯定都知道，偷感很重。谁能够演出来？这都还用演呢？你们不演呀？咱都不用看讲解了，他这就是最好的那个解了。我看这什么呀？这个词也太简单了，硬控。嗯，那就不算了。硬控太简单了。嫡长龟。这你俩都知道？这我知道，就是在孟子义、沈月和李可欣，谁是你的嫡长龟？你选吧。谁是？下一题，快点。你是真知道啊，这词儿。下面是蛋蛋综合症。啊，什么综合症？你没听到就去哪走呀？你至少听完题。来，小辣来解释一下。最近有个词就是形容一个人很淡，就对什么事儿都感觉淡淡的。蛋蛋综合症就是应该是对啥都很淡。对，应该对什么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那种。回答正确。下一个，木马体质。来，去上次解读一下。爱中毒啊，这人。啊，我把你梗抢了是吧 ？Sorry。这不咋好梗也不是那个木马，是放牧的木，木马体质都不会是吧？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解答啊。我也不会。木马体质形容很容易放自己一马的人，压力有点大，就在美食上放自己一马，没被吃一顿，稍有困意就把书一扔，放自己一马，好好睡一觉。精力充沛的时候有一万件事要去做，但实际行动上基本全用来跑马了。原来我是木马人啊，这挺好，这挺好。祝大家都能做木马人，网络爱情，爱是那个草字头的爱。哇哇哇，网络爱情，是不是那个爱做艾灸？那网络艾灸。网络爱情，来吧，我们看解读吧。这新型人类的东西我也不懂。网络爱情形容每天在评论区互相艾特的情况，这个笑死了，你快来看。哎呀，咱想复杂了，赶紧看看。下一个，这个我自带币的 R 人。R 哪个 R 啊 ？Forever 的那个最后那 R。我这个我知道。我好像也看了。哎呦，我这个我昨天还看了的。好像是说介于 I 人和 E 人中间的。不是。那你说呀。我知道，我不说了吗？我这么想。那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我是知道，非知道的。我是 R 人。你确定饿的猫啊？哦，不对。来，我直接告诉你们吧。R 人 E 人就是一个 rest 的人。下一个题啊，古希腊掌管什么的神？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都知道。那你们是不是分别是掌管什么的神？我是古希腊掌管动力学的神。我是古希腊掌管铁路的神。琴子是掌管 emo 的神。你的墙来了。你的墙来了。哪个墙啊？强大的强。我咋感觉出处是不是那个呀？倪大红老师演的那个。不是，我看过。是那个有个那种，这有个小人，这个有个缝，你的墙过来，你这么过去。啥玩意儿？强大的墙。我们来看看吧，既然都不懂的话。你好，陈阿姨介绍的。你好，听陈阿姨说你很要强，也很自强。谢谢我，陈阿姨还说这个呀，要强的人会很累啊。这下好了，以前要强就要强，以后你不要再要强了。为什么以后不用要强了？你的墙来了。来，蛐蛐啥意思？蛐蛐我知道，背后说你坏话。啊，小声圈圈你，我们看看。在东北方言中，圈圈是形容很小声，怕别人听到不太好的话，一般指不能公开的见不得人的坏话。啊，那就是小声圈圈你。千金送女步啊，千金送女步，我知道。步步有态度，数。对，来来来吧，咱们看正版吧。千金送女步，数。步步有态度，数。千金送女步，数。行，确实很有态度。感谢，谢谢大家，收工快乐。腾讯视频迷妹专访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650 Radio TV。嗯呐。首先，请温凯总结一下650电台这三年的成长，并选择一名优秀员工回答一下第二题。三年的成长，其实这个
三年以来，我们六零风风雨也是经历了很多，跟小时候一样。那么这一季呢，我感觉我感受到了大家的成长。其实在一起很有家人的感觉了，因为其实我们这么多期一起走过来，然后真的是变成非常好的朋友，就是那种如果录节目遇到啊，或者私底下都会想要经常见面的好朋友，然后有什么心事都可以说，所以我选择徐志胜来回来下一段。作为这个优秀员工，没问呢，我以为您说直接说。你觉得温牌这三年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哎呀，选对人了，就讨厌了。我都知道他要回答啥，还要听根本啊。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张是哪个路数了？汪台最大的问题，屁股。你说，没有问题。你说是那一天哪？汪台最大的问题，就是他。你说这个问题说好的显老套，说坏的又显得真实。这个问题你说咋整？要不交给你了吗？汪台最大的问题，直言不讳。就是在直言不讳。汪台，我想说那个汪台现在最大的问题，我说出来可能就不是优秀员工，但我要说。好没有前摇啊。就是，那不干活。然后下一位，下一位，下一位，还是你找不到吧？来，时光安静三分钟。你以后也不用干活了。也不缺你，我害怕找我。我们六五零采访行吧？那个他，哎呀，这个问题回答，下一个问题就是不敢我。大家对六五零电台做成一档综艺的呼声很高。哎呀，这个问题好好答，这个也好答，这个谁先回啊？大家畅想一下，第一期节目最大的亮点会是什么？我们四个人，第一期最大亮点就是没有亮点。他为啥要做？为啥要做呀？哎呦我的妈！观众都以为你们有亮点，结果都啥也没有。每人提名一位你最想第一期就邀请的嘉宾。啊，咱这团综啊，长得像真做似的啊！咱畅想一下，咱畅想一下，第一期就邀请的，成龙是宋丹丹，宋丹丹啊，可以。宋丹跟成龙，宋丹双飞行，对，双飞行。哎呀，咱这节目挺大师做呀。成龙和宋丹丹两位老师，请邀请一位的话，会邀请谁呢？哎，他也挺会问。哎，那我们选国立老师。因为国立老师误会掉了。你怎么今天走这路线了？我们来了，他俩。你飞行吗，让我？大家觉得六五零电台能够长久不衰最大的秘诀是什么？也是因为。哥哥不干活，干活搞黄了。哎呀，圆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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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哥因为不干活，让放手，让我们干锻炼。对，你说这什么事儿事必躬亲，那是不就这种好领导长久？无为而治。那把我们仨培养起来了，所以长久了。对，管理不会带团队，只能干到死，只能自己干到死。还能开有别的角那口是吧？六零电台是如何度过这一路上的瓶颈期的？我觉得是我们互相之间的信任，然后支持、理解，然后鼓舞，对，就是默契吧。认同吗？确实。六零电台至今遇到过最有深度和最具喜剧效果的嘉宾分别是谁？口头上我喊出他的名字来，宋丹丹、张国立。考验大家对彼此的了解，请依次为你右手边的嘉宾接下来的工作送上祝福。祝福可不好祝。祝哥哥演唱会顺利。行，祝小辣票房大卖。祝徐志胜身体健康。祝雪姬影视双开花。好。作为六五零电台唯一一位没有做客过滑雪问的嘉宾，有看到他们对你的呼唤吗？有什么想对这些观众说的？有，其实这个一直在联络中，这个网友，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是那个时间没碰上。我相信日子还久。也许在。快点吧，我们那节目休息。有在接洽中，有在接洽中，因为我觉得那也是档很好的节目。然后毛雪两人都是我的好友，我觉得非常支持他。期待我的毛雪吧。
六人电台如果合体像跨年晚会，希望能表演什么样的节目，各自的分工是怎么样的。来了，我就是牡丹、我是那个我是 vocal 啊，哥哥也 vocal， 俩 vocal 双 vocal， 我是 rapper。 如果给六五零电台办一场听众见面会，你们希望是什么样的形式？我们只搞一个那种加油会。加油会加油会，就是他上的时候跟我们击掌，跟握手的区别是俩手俩手俩手，加油你更有元气一下。咱们这样挤我希望这个见面会就是属于那种我们会做一个 PPT， 然后见面的人呢又都是一些企业的领导。招商见面会对，类似上次把这游戏老垮了，你有点心理准备。对，这个也不代表我们的能力，咱努力。你到时候这段播出去，俺们团都没了。到时候你慎重吧。你看，确实没有亮点。如果好了，就当成亮点。没了。想做成一大片。对。自胜着急火燎的冲进六五零电台，对汪台说。你就说四个字。我肚子疼。那我这还能播吗？那些玩意儿了，哥哥，期待哥哥，哥哥整个反转，你要不反转，我可就顺着说了。有纸吗？哥哥说没有，直接说那我可来不及了。紫界电光火石之劫，电光火石之劫。天空中。传来一句声音，哎呦我的妈！这个声音是，这个声音说，这事儿你就用汪台吧。确实惊醒，这结尾确实得立刻从梦中惊醒了过来。能播吗？倒是精彩，有亮点。有亮点，有亮点，好有才华呀！哎呀，就这个我都得惊醒了，这玩意儿。没有，有每位老师都很想认识，但是这期张新成是我特别推荐的，因为每一次因为我跟桃花我很熟嘛，然后每次他们都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推荐，我每次都推荐张新成，然后但每次张新成都在拍戏或者忙，然后这个终于约上了，我给他弄回来了。刚刚我们采的是张新成，是我看到他了，然后他疯狂的夸赞你，说当然了，这是他的如今梦，我俩惺惺相惜。哦，那他本身自己也是有一些小有能力，他首先很帅，他长得就很正气，就让人很愿意相信他，哪怕他卖保险的话大家也很愿意买他卖的保险，就他长得一脸正派，然后他又很聪明很优秀嘛，他又会各种语言，然后他生活能力又强，所以他确实很厉害。而且因为我们俩都是处女座的关系吧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被人看到慌乱那一面，因为很多时候在桃花坞，在这一季桃花坞，很多人刚来介绍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很慌乱，然后但是他就没有，他很稳，我挺理解他的，就是我们都希望大家看起来我们稳一些。解散了，然后我觉得六五零很难，因为六五零过去太厉害了，所以我们自己每次做就都不用大家骂，我们就知道就是肯定是没有原来好。然后包括尤其第二季呼声最高嘛，然后但是确实因为第二季我们觉睡的最少，其实每一季他们还是愿意熬夜，那个他们仨就说哥哥整吧，我们能熬夜，我说别整了，因为我觉得桃花坞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长线条的一个综艺，它不是一种消耗，我觉得更愿意希望每次来这是美好的，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仨来说，每次来的时候，尤其到最后几期的时候，那基本是不睡觉的。我觉得这种方式不是很健康，所以太消耗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大家更能接受平凡的六五零吧。然后也许我没那么好，然后我们也许会受到一些大家的骂，也 OK， 就是说六五零没以前好了，说是桃花坞也没有第二季精彩了。但是我们首先肯定是在努力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哪怕付出同样努力，也很难超越第二季
第三包括第三季很精彩，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努力，然后这一季我们还是求新求变，然后这个每一次的测试有可能成功有可能失败，但是我们都一起面对。大家都哭了，都哭了吗？还是只有雪晴哭了？可能大家都哭了，我还没哭。对对对，有没有去怎么排解他，让他就是快速的走出这个阴霾？不用排解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聪明人，然后就是都有自己消解情绪的办法。对，但我觉得六五零确实是感情非常非常好的，所以我们四个人对于这个六五零都非常的在乎，然后其实并不像只是一档综艺节目里面的一个团体而已，我们真的很像家人。对，因为桃花坞也求新求变，然后我们弄了这个搭子的这个，其实设想挺好的，因为让老带新嘛。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看起来就是确实很像恋综，什么牵手成功了，然后他选你了，你要双向选择嘛，然后不选了那你又找谁了，就可逗了，大家看看吧，老逗了。当然了，我觉得他们首先三个人非常非常优秀，然后在各自不同领域优秀着。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他们仨都是各自领域里面最优秀的，不用质疑，就是最优秀的。跟他们相处一些，我自己也吸收了很多的能量。当然像你讲的智胜，我觉得智胜就是我要是有个妹妹或者有我有女儿，我就很愿意嫁给他，就是我觉得他太好了。好难呢，六五零吧，就他们仨肯定是大家最想选的三个人啊。这三个人都是那么的友好，然后又幽默，然后又会照顾人，有时候照顾到连自己都很累，所以我觉得六五零就是他们仨就是非常好，天使，三个小天使。排序是吧？就受欢迎程度，第一是小辣。因为小辣是照顾人最贴心的，然后哎呀排序太得罪人了，那第二智胜吧，太得罪人了。智胜因为智胜永远很阳光，很能逗你，然后也很会照顾你。第三是雪琴，不是说雪琴不好，而是他另外两个对手太强了，就是雪琴给的情感可能会更独特，然后另外两个就是普世的那种关怀，就是你啊一下温暖，然后雪琴的那种温暖是那种润物细无声温暖，都很温暖，三个人都太温暖了。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一个。对，因为这季普遍来宾都年轻，非常年轻，所以你像之前起码有一些生活阅历的嘉宾还能找点什么话，但这季就是都是小朋友，然后就都亮在那了。然后但是我听说就是好像说尴尬也有尴尬的效果，也是很绝，所以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觉得桃花坞第四季了，然后反而越来越年轻，我觉得挺好的。这一季社交修罗场肯定还是有很多的，但是可能没有那个过去什么尴尬九分钟那么顶，但是大家想看的那些很日常的社交小烦恼是一定有的，因为桃花坞是一个非常强的社交体系嘛，所以那些精华还是会一一呈现。这一季我好像越来越就边缘化了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来的嘉宾也都做过功课了，然后知道该怎么玩了，所以很少需要那种我再站出来说哎怎么弄怎么弄，很少这种时候了。我觉得这期就是很顺，然后我主要负责插块打混，但是这期我比上一季努力些，因为我上一季有的时候会中午睡个午觉啥的，这期我特别的卷，一直在产生素材。希望吧，它很难。希望是我的新专辑《十万伏特》，但确实现在做专辑就是很难被听到。然后我也不是那种很厉害的那种，但是我觉得每一首歌我都很认真。然后《十万伏特》是一个，我觉得我又在一个新的思考，然后带给大家的一个新的音乐作品。因为我去年做了一轮巡演嘛，然后我觉得《十万伏特》是我想象中如果再开演唱会的状态，我觉得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听听，我觉得它跟一般的华语流行歌曲是不一样的，我自己是觉得很骄傲的一次创作。我也希望这一张会有一点电子的元素，所以
采用了这样一种名字十万伏特，因为很多时候我包括歌词里面会讲到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会变麻木，然后那个时候就需要电击，然后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个能量很强的人，然后我希望我能让起码大家在这首歌里面被唤醒哪怕是一小下，我希望我自己是一个能发电的人，我可以电到更多人，然后给大家一点点的不管是痛觉还是触觉，就是希望大家有点感觉。我不太懂这个，但我觉得这不太准，但我觉得就是哀这个很准。那另外我觉得他还有一个说法叫农人淡人，我是淡人。对，农人很淡人。我是淡人。你是淡人。那你偶尔也会有农人的时候呀。对，在节目里面跟发疯一样，日常可淡了，我都能想到我要有一天中彩票了，我无法表现出那种什么我就中彩票了好像没中一样。对对对，我无法表现出那种浓烈的情绪。就是觉得挺逗的吧，因为我们俩很熟嘛，然后我觉得好像，然后他那首歌我也会，可能我就是一个很好玩的行为，但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更好玩放大的一个东西，那我觉得我就去尝试一下呗。而且我从来没在我从来没在音乐节这么做过。那其实你当时就没想那么多，就是看到他了想上去跟他互动一下。对，但我上去脑子空白，我说我上去干嘛，我说怎么办，我没想。然后上去我站了一会儿，我一看这个我会唱，我就唱两句吧，然后唱两句我不知道怎么收场了，就赶紧跑了。啊，确实落荒而逃。落荒而逃，落荒而逃。那大家都说你唱歌也只唱两句，就版权意识可行。哎呀，那个我随便唱的，那个跟版权没关系，他还能跟我要钱。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勇敢尝鲜的人，然后并且我也很乐于接受新鲜事物，但是我推荐好像大多数人不会去也挺好的，因为那确实挺挑战大家的，但我自己确实是 OK 的啊。百桥附近瘦身可成功。对对对，太励志了。那有没有什么视频是你就是刷到一定会分享给朋友看？就他们那些百桥，然后那个李宗恒的舔狗系列。没有呀，一v一还是太难了，还是不可。对，我现在可以跟那个六五零的任何人一v一，然后尤其跟徐志胜，但是要对一v一吃饭太难了，因为有的时候反而三四个人你不用说话，但一v一你不说话真不行。对，因为两个人尴尬，你的尴尬是50%，一群人尴尬就是会比50%少，也不知道多少。十个人尴尬，那你的尴尬就变成了10%。哇，太好了！我最近去看了那个。宫崎骏的那个啊，你想活着讲人生，太好了，推荐。我觉得就是很感动我的话，就是他去到了一个新的世界，然后当他回的时候，那个老头问他说，你要回去那个世界满目疮痍，你还要回去吗？他说，对，我就是要回去。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能不能剧透，反正没看了不要看我这段，就是我觉得你要活着讲人生，我看的角度是，我觉得他是在鼓励我们走出那些过去的心结阴霾，因为其实他很想念他的妈妈，然后他在那个梦境里面看到他的妈妈了，然后但是他妈妈是一个幻象，所以他妈妈只能放在那里，但是他如果不去碰的话，他的妈妈会一直放在那里，他就能一直看到他的妈妈，但是他去碰了一下，然后他妈妈就变成一滩水了。就很像有的时候我们不好的回忆，或者我们的一些走不出去的心结，就是如果你不敢触碰的话，它会永远变成你的心结，但有的时候你就是勇敢的去触碰，就是你让自己碰了一下，你让自己勇敢的去面对，因为不然这个幻象会永远在。然后所以最后结局就是他接受了他新的生活，我觉得我看到的角度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很感动。该不该告诉你我的爱。
没变。谜底。对。倒。谜底，然后有倒。嗯。还有两首呢。还有两首没听出来。再给你听一遍呢。行。关于你啊。是吗？都是这么冷门的歌。完了，听不出来了。关于有没有关于？没有关于你，没有关于你。四首，岛是有的，谜底是有的，还有两首。两首，一首是小甜歌，一首是，也是，一首是你的新歌呀，老师。十万伏特呀。十万伏特我们都没有听到，是二十世纪罗曼史。完了，听不出来了，我想放弃。那好吧。嗯。一首是《大我年代》。哦。还有那个《夏日》。哦，哇，这四首好特别的搭配耶！这放弃的话，我们要给你准备一个惩罚，来吧。嗯，掏出我们为您准备的，老师，你还记得您的大作吗？嗯，这个世界我有一点不懂。天哪，别提了。我们找到了当时您的一些 emo 文案，然后我要自己念出来。你给饱满的感情把它念出来。哇，好歹毒你！你永远都看不见。我在洗澡时擦擦手秒回你信息的样子，你也永远看不见在深夜陪你聊天时我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，震动模式也打开，紧紧地握在手里，只为了确保最后没被及时回复那个人是我。哇，好伤感。有时候我会骑车去超市买饮料，把它锁在外面，因为自行车太容易被偷了，所以每次锁好车后我都会和他道别，因为不知道哪一次就是最后一次了，有病吧。如果人们面对爱情的时候也能有这种心态就好了，确实一些警示名言。谢谢啊，希望这本书大家少看，确实太幼稚了，拜拜。我天哪，赶紧少看，我求求了。好，谢谢刚从一辈子的同学们，希望大家支持桃花坞，也支持我的新专辑《十万伏特》。我是龙龙，拜拜。